芳千重山，千里江山我相随。万里月，万里城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上了家。孙哥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吴哥哥好，姐姐好，吴哥哥嘞，飞姐姐嘞，台上是二王以后的组合，那么请教黄飞，黄飞顶回来超越是去金门对吧？对，对，去金门嘛，系啊，是啊，哇，有啥咪啥咪发现着啥咪好料的无？风景好，物件好食，最后够一个便当做食，便当就好食，系啦。我今仔早一个礼物来，便当，我早一个便当，炸便当来，一般咱年囡仔咧食饭吼，贵宾准准饭店嘛，就炸便当，嘿，我炸便当，啊，你炸便当，而且迄个便当足稀奇的，伊会出声，便当会出声，有声音的便当，嘿，敢是，嘿是敢是，嘿是 IK 啊，做做便当型的，会出声呢，真正版的啦，正版的，正版的便当，不是假版的，无你安尼今仔才有诚意，无提出来大家哦，批判一下，哎呀，啊，你大家有想要批一下无？批一下便当。欢迎一下，欢迎一下，便当请出来，嘿嘿，便当。哎呦，啊，真正有一个人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咱行行出来。哎呀，过去的乡亲，大家好。哇，已经吃阿妈恁的腰的便当来啊。风那吹，山。碰过哈，便当便当便当，六六六六六，便当便当便当。啊，你那才现实啦，啊，那他都好握手，我那也无。你便当便当，你早跟那我拍摄，你有？不是因为今仔会寒，我嘛想要有一点仔温暖呐。小等你啦，你这几度都要扣出来啦。这对金门扣出来啊。你红便当嘛？嘿呀。今日非常的欢喜。你是选举的哦？无啦，你做兵的，你莫安尼碰过。会当来参加咱的，伫台湾的。歌唱综艺节目吼，收视率上高的超级夜总会，我感觉非常的荣幸。啊，随这时间来感谢咱超级夜总会的制作单位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啊！谢谢。没，赞。我是就欢迎你来，是啊，你是你是搞迄个张秀清做掉迄个啊？无啦无，大家交流啦。是啊，比什么对姐姐不？哦，超级歌喉战是。真正张秀清叫你拱来的呀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今晚是不是结束啊？不是，因为足好唱的，
我这种也去免巡，伊拢不爱插我，你敢知？没有，我很少看到那个歌手比制作人大牌，所以我现在谢谢。看起来就知道。秀清老公的便当的恨，对，秀清老公的黄飞嘛恨呐，为什么？天哪！对呀！啊，张秀清连电视台 NG 十七次。哦，你不要去哦。十七次呢？十七次，170次了。电视录影呢？一头前录歌录袂落啊。我因为阿谦阿坦白讲哦。每个歌手都有每个歌手的盲点，我倒是很少看到有人像那个黄飞安尼吼，有法度扮两个才好诶，三扮四扮两扮五扮六扮七扮高八扮高扮安尼。这意思我解释一下，因为对这些我来对，熬四分二，熬四分三，熬四分五，熬四分之四，所以就拍上来，非常。刚刚录歌，老师是音来的，对。我不要去。来，黄飞，你敢示范陶晶姐的？你好，哎，老师扣分，谢谢。千江水，千江月，千里芳，千重山，千里江山，我相随。万里月，万里城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上遥远。OK。谢谢。便当啊，给你。汤。什么款的杀气？哦。我才听到讲什么人叫阿叔嘞。缘分坎坎一条线。命运偷偷来笑我，你都和我的空虚歌，我都和你的青春啊。有你的山来吃的轻松，有时阵饮酒见鬼干，有时阵情话做三顿吃。我是你可爱的温馨人，有你的甜蜜又袂怨叹，有你来教我笑眯眯，好人天生我愿做我一世有时阵情话做三顿吃。